星光人寿与基隆市政府一同建构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基隆市长林佑昌与星光人寿总经理黄敏义共同签署合作契约备忘录，从106年起捐助原住民微型保单后，星光人寿方面加码针对基隆市15岁到70岁经济弱势的身障朋友提供意外险保额30万元的微型保单，让林佑昌相当感谢。因为我们经营保险业，我们的经验呢了解到，弱势事实上是更需要保险保障的族群，所以我们从2014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全力推动微型保险，提供地方政府以及社会福利团体以赞助保费的方式来协助经济弱势民众可以纳保。在我的任内，我们已经促成了低收入户还有中低收入户以及原住民的微型保险。那其中，我们星光人寿从106年开始就捐助我们本市原住民的微型保险，那今年是加码，是加码，来支持我们本市15到70岁经济弱势的身障朋友。那非常谢谢这个星光人寿这样子善尽社会这个企业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基隆市政府社会处方面表示，这项专案采团体方式投保，基隆市政府担任药保单位，保费由星光人寿慈善基金会全额捐助，预计全市将有符合相关资格的5248位市民受惠。光无所不在，基隆与你同在。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